个梦，十二月的天空有圣诞老公公，他会带来礼物，他会带来祝福，可是等了好多年他都没出现。长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，十二月的天空耶稣为我降生，他会带来礼物，他会带来祝福，圣诞主耶稣是你我的帮助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只有爱我的主耶稣赐给我喜乐